直接唱。喜乐的灵来唱这首诗歌了。听大道信息今天有动力，你是谁动机会装他自己，他不仅他要你更要来充满你，做你生命主秘密，是你享受大世纪，是你人生变美丽，是诗歌所提到的大好信息，我们在这里啊，不只是扶持这一个家，其实啊，也得着了这样的大好的信息啊。刚光宏弟兄说啊，有主真好，我要说啊，今天就要把主带回去最好，今天就能够把主带回去了。就像刚刚第三节所说的啊，当你要改一下，要改我，当我有了他三一神自己。好不好，我们把它念一下吧，把你改成我哦，我把它念一下。当我有了他三一神自己，我全然会有生命的奇迹，我灵会有活力，我魂会真欢喜，我身安居之光明，只要将心全安息，只要主名一呼吸，只要一刹那而已，他我就是你。三个很简单的指标，只要将心全开，只要主名一呼吸，只要一刹那而已，他我就是一。这个心中主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把我们的口打开来就可以了，然后呢心呢也打开来呼求他就对了。我相信在座许多在地上都满了成就，得着不少地上的祝福，但今天得着什么呢？天上的祝福。今天啊，就把这个神就把天带给你了，你要把它带回家，就成为我们的啊。所以口开心开啊，里面敞开啊，我们好不好来呼求主看看啊？因为刚刚的经节我们提到，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。这个很可能啊，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呼求，对，既然这么重要，我们来呼求三声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先来深呼吸啊，长一点啊。哦，主耶稣，哦。就把所有天上的主啊带回家了，他就进到我们里面啊，做我们的人生真正的意义，做我们的救主啊。那最后啊，最后的经节是说到这个
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。感谢主，我们要提一件事哈，今天就可以了。我们特地后面水都预备好了，对吧？信而受尽，相信哈，尽啊就是受尽，受尽的意思是什么？其实啊就是把你浸到水里面，整个人进去啊。这个圣经呢，这个叫做埋葬。那神的救法呢，其实啊，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。今天要事是什么？借着受尽啊，把我们埋掉。我们的罪，我们的肉体，在我们身上撒旦的霸占，世界所有的呢都埋掉了。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感谢主，成为神的心脏，成为神家里的亲人，得着神这个永远神圣的生命，就是这属天的祝福啊，好不好？今天也可以啊，开始第一次的祷告，就跟着我，好不好？是的，我们都闭上眼睛。哦，主耶稣，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。你是宇宙的真神，你是宇宙的真神，你也是爱的神，你也是爱的神。谢谢你爱我，谢谢你爱我，使我认识你，使我认识你。主啊，我向你敞开，主啊，我向你敞开，接受你做救主，接受你做救主。主啊，求你进到我的里面，主啊，求你进到我的里面，做我的生命。人生真正的满足，做人生真正的满足，做我人生真正的意义，做我人生真正的意义。主耶稣啊，带领我的一生，带领我的一生，爱你，爱你，认识你，认识你，在你的家中蒙福，在你的家中蒙福。来，盼望在座的亲友们，今天就能得着这位可爱的主耶稣，成为神家里的亲人。感谢主，好，我们的聚会即将停在这里哦。那我们的柯维跟玉晶他们非常非常的细心哦，他特别为大家准备了受浸，而且他们是亲自把那个受浸的那个池子刷得很干净。我们是一起来做整洁的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那就是新造的人。在这边不仅祝福他们这一对新人，他们也更愿意你们也得着这位主耶稣，也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。那今天受浸呢，有一个 bonus， 就是有这一对新人亲自为你们祝福。我们全部都 ready 好了，对，只要受浸的每一位呢，我们都会在那里一同的为你们祝福。希望各位能够把握住你心里的感动，对，就像他们一样。这个柯威弟兄呢，虽然经过了七年，但是没有忘记那个感动，所以能够把浴巾浸到手。感谢主，盼望你们也不要这个忽略你们刚刚的那个心里的感动。真的，只要将心全开启，只要将主名一呼吸，他你就是一。愿神祝福大家。这个他们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盛的这个爱宴哈，那我们待会散会之后大家就可以享用。那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拍照时间哦，那就请大家在边用餐点的时候边听我们的报告。感谢主，愿神祝福大家。